文瑶都已经甲江博士讲，阿月啊是伊未来的太太啊，啊当然陈忠信哦，来赶紧出面，啊来替这后生啊主持这婚礼啊。你敢愿意相信我？你敢愿意每个宝宝面来告我？我永远拢袂离开你。我愿意。你是听无人话哦？敢一定爱我甲你的相片搭伫咧门口，搁写讲此人不受欢迎，禁止进入哈？你爱我伫咧上短的时间，替你找一位演讲话。我知影你一定有办法替你。我需要恁母仔回来讲价，壮大咱一帮的势力，安尼才当甲阿姨相对抗。若无我看，早晚讲价会把阿姨规划放弃。我敢有看唔对？阿伯甲阮新民做伙。现在对我来讲，上重要的人就是你。那是我会当为你开机算票，你知影有偌好？阿伯，你叫阮新民？那是因为我害总裁的名声拍歹去，哪呢我就是啊！你这个狐狸精，手段真正有够多的，绝对会把你的关系全部拢演出来，我大家拢知影。